如果十分是满分，许小姐倒是美丽动人，外表的话8.1分，智商嘛5分，情商4.5分，至于手腕的话3分吧。40-50的话，许小姐还没及格呢。我就想知道，你这样的女人，莫林泽为什么会喜欢上呢？许金庸，你打几分，不由别人来定义。各位好，我是许金庸，是乐蜜电商运营一部总监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我策划了《遇见理想型》，也签约了当红主播绿洛，为乐蜜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。我今天之所以有勇气在这里参加岗位竞争，是因为我有以下优势。我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机会。以上是我的竞聘演讲，谢谢。